好，今天我为大家所介绍呢是 SKDN 5000，这是电容式麦克风。好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是麦克风的本体。那这是它的这个外包装盒，一个手提箱啊，铝合金手提箱。那在这个本体的左边有一个低通滤波器的开关啊，这可以容许比较低的音频通过。而在右边呢，这边有一个衰减的10dB 的开关啊，这可以减少一些不必要的干扰。比如说，现在我们把这个。向左边开关，向左边扳，你便发现呢，它产生很大的这个干扰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开关呢向右边扳一下。好，那这样呢，这个干扰源就减小了。好，那现在呢，我们就使用旧的 KTV 点播系统呢，为大家做个简单的示范。昨日像那东流水，离我远去不可留。今日让我心多烦忧，愁到断水水更流，举杯消愁愁更愁。明朝清风是凋流，有来只有新人笑，有谁听到旧人哭？爱情两个字好辛苦，是要问一个明白，还是要装作糊涂？知多知少难知足，看是个鸳鸯蝴蝶不应该的年代，可是谁又能摆脱人世间的悲哀？花花世界鸳鸯蝴蝶，在人间几十天，何苦要上青天？不如温柔童年。好，以上呢就是我们简单的示范。那详细的使用办法还有购买方式呢，还请大家参照网页上说明。谢谢各位。